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彩糖与蔷薇的幻色颂，交映现实与梦躲藏的危险素材。纳西达过生日，花神淡季元神 5.1 攻略。与梦第三关，躲藏的危险素材。这关是要找戴面具的人。前方桥上坐着一个屋子，后面一个桥下一个房子，左边一个神龛，后边一个传送锚点，旁边一个稻草人，旁边一个向后转房子，下一个